在鼎盛这边学习到亚马逊的部分，感谢 Andy 老师的帮忙，那也感谢各个老师跟培训师的帮忙。感谢 Andy 老师让我实现可以在家工作的梦想。我现在真的觉得好自由哦，不用每天去打卡上班。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庭，那大家加入之后，大家就互相交流，有问题就赶快问老师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。感谢 Andy 老师，就是那么耐心的教导我们，每次有新的亚马逊的政策都会通知我们，有什么好的课程都会告诉我们。今天来这边特别感动，就是看到老师给我们这么多好的东西跟好的资料，然后一直给我们更新东西，然后会让我回想到我以前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才会知道老师他们的安排的桥段有多用心。在亚马逊开卖到现在差不多刚好一年的时间，那这一年中当然老师的帮助真的是很大，然后解决掉很多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Thank you.